所以一心不念呢的解釋的意義呢，不是講功夫。如果你是講功夫呢，我們凡夫呢很艱難做到。我們講一個地獄往生的故事來印證呢，念佛往生生活世界不是講功夫，給大家了解明白。在佛的時代呢，曾經呢有一位阿羅漢剛剛證到果了，有出家人修行證到阿羅漢，有了神通，他就用他的能力呢來觀。觀什麼？他要看看他媽到底死了在哪裡，他用他神力看，在天上看看不到他媽，在人間看看不到他媽，在餓鬼度看又看不到他媽，只有在最後看到看到他媽現在在地獄墮落地獄，正在受緊刑。那這個阿羅漢呢就很慈悲，就想要度地獄的眾生，就想要度他媽出來。他就想，我以什麼因緣來度他媽出來呢？這個問題。所以最入定來觀，就觀到誰？觀到那個國王呢還有七日的命就要死了。所以他就想一個辦法，就借住這個國王墮落地獄的時間來度他媽出來。這樣他就顯神通了，去到國王的地方了。這樣呢他就顯神通，就將天空變上變落，將他身呢一半呢變在牆壁的側邊，一半身呢就變在牆壁的入面。初初國王呢就看到他，以為他是什麼何風神聖或者是什麼妖怪，所以看到個出家人這樣的樣子，出家人說我不是什麼妖怪，我是一個正道了的阿羅漢，我今天來這裡就是我們跟你說一件事情。說什麼事情呢？關於你的生命，因為呢你七日後就會死了，七日日後死了你就會墮落地獄。那麼國王說呢，我好好地地身体咁健康，你点样讲我七日就会死？咁个阿罗汉咧就讲咧，你知唔知道啊？你嘅皇位啊系点样得翻嚟噶？你讲你点样得翻嚟啊？佢就问阿罗，阿罗汉讲：你系用毒药咧毒死你阿爸，你自己落毒啊，毒死你阿爸。所以你咧係咁樣殺害你阿爸，而得翻嚟嘅呢個皇位啊！所以個國王講：我做嘅事情冇人知道噶，點解你會知道？所以講咗出嚟。因為阿羅漢講：點解會落台？就係因為你殺害你阿爸，你就做咗五逆罪。所以你七日後死咗之後，你必定要落地獄受嘅苦。哦，聽到我落地獄啊，驚咯！就求呢个阿罗汉，请你教我啦，唔会俾我堕落地狱，教我方法。所以个阿罗汉就好慈悲，就教咗。而家系唯一方法，在于七日里边咧，你要勤力用功嘅念佛咯，机智机智咯。咁呢个国王咧就信咗咯，就搏命咁样念佛。念到第七日，呢个国王真系死咗咯。死咗之后咧，就落紧地狱，一路沉默。落紧地狱嘅时啊，我行紧刑啊，我受紧痛苦啊。忽然间咧，就谂起啊，谂起个阿罗汉咧，在之前教佢千祈千嘅记住，唔好忘记呢个念法。
他一听到之后呢马上醒了，就大大声的在地里面念阿弥陀佛，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了，当时呢所有地狱的行刑的罪刑那些罪犯那些罪人呢马上就停止了，无罪受苦，最大声念了几声阿弥陀佛了，就是看到天空中阿弥陀佛出现了，拿着莲花来地狱的所有众生在一刹那之间全部包括国王一起随着阿弥陀佛往生到西方的世界去了。所以你又想咁地狱嘅众生啊，在受紧苦嘅时候啦，佢有功夫咩？佢冇功夫啊！佢有一心不念咩？冇啊！但系就听到国王念阿弥陀佛名号啊，佢听到啫啊！所以地狱嘅众生全部往生到西方世界，当时，所以呢段咧就讲明俾你听，念佛往生西方世界唔系叫功夫。念佛往生西方世界是什么？全凭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啊，来接应众生往生的。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的心自然就安稳落实得多了，所以我们的心自然就不会乱了，所以你对你生西方世界就放心了，无论你是怎样念佛，你是绝对往生西方世界的，一点都不会假，这个是真事。所以说这个阿罗汉就用这个国王堕落地狱的时间的因缘来度其阿妈，就表现出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能够度地狱的众生往生到西方世界，就显示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教导众生。所以说念佛往生西方世界不是讲功夫，是讲阿弥陀佛的愿力啊，接应众生。这个原因啊，道理啊，大家要记住啊，不要会错意。那人家怎样讲呢？是人家的事。但是呢，我照经典，照佛的意思，照阿弥陀的慈悲的方法角度呢，来提倡讲出来。但是从今以后呢，你们念佛就不要成日想我有没有一心不念，不念的意思是这样，是念不念，我们用一条绳绑住气就不会念了，如果你不绑住气，我这样说包你念，你没路走啊，封路走当然念了。所以说一心不念的意义呢是这样啊，佛的意思是这样讲啊。所以我们看两个版本，你就知道罗什大师所翻译的一心不念同埋圆宗法师所翻译的系念不念呢，睇起身嚟呢就圆宗法师所讲嘅我哋容易明白得多啦，就唔会错解呢个意思啦。最睇下一段啦，奇人奇人咯，罗什大师翻译就奇人，但係呢圆宗法师嘅翻译就是善男子或善女人。咁样睇起身嚟呢，两个人嘅意思呢就边个嘅容易明白呢？奇人两个字系点解释？我哋以为讲哦，我念佛念到一生不念嘅呢啲正叫奇人，其中嘅呢种人啦。咁如果我哋念佛念到一生不念呢，咁我就唔系呢度嘅人咯，唔系呢边所讲嘅奇人咯。咁我哋生西方的世界咪冇希望咯，咪日夜喺度提心吊胆，就咁样原因嚟啦。我做唔到喎呢边所讲奇人喎。如果咧你睇圆庄法师嘅翻译嘅版本咧，咁多，佢重点就在边度？重点就在是善男子或善女人。咩叫善男子善女人？我前面所讲噶。若有正信，诸善男子善女人，那个意思呢，你是不是这听人呢？如果你是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你就容易明白啊，里面那个事啊就是你来的，
重点就在这里，这个是字是肯定的意思。肯定什么？我听闻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我听闻了阿弥陀佛的功德名号，我听闻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是爱来接应我们。这样你听闻了，你的心呢信受不疑，一点都没有怀疑了，相信不疑了。这样你是不是这个弥陀经所说的是善男子善女人呢？这样呢，你的心就前面所说的闻以思维，或者用一日乃至用七日的时间，是念不念？你是不是这样做呢？照着这个方向，这个原理的方法来做，你是不是这个里面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呢？你是不是他？是是不是他？你是呢，你就不用怕。你是不是有份？所谓罗刹大师翻译呢，就其人。我们听起身来不清楚，不明白，原来发生个是善良之前女人，你们大家是不是有份？是不是讲紧你？那你听起身来你就不同了。就是说临命终时，企业翻译临命终时，两个意思也一样，但是这个是什么？时间咯。但是这里有三个时间咯。第一个时间约一日到约七日咯，一个时间。第二个时间呢，就临命终时，这个时间是什么？在记起身了，临命终时呢是仲未天气，仲未天气了，是将近爱天气了。怎样解释呢？我们听闻了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知道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会教我们，我们的心是念不乱了，绑住在这个阿弥陀里面呢，我们是以一生的寿命，一生的时间是这样来修，修到最后了，我们的这个业报身将近要到了，要尽了，所以说我们的业障呢，我们的业报呢还到差不多了，要晒了，就是说还晒了，我们要走了，要离开这个世间了，完尽了。那这段时间呢，就说临命终时，将近要写报了，要写个业报身了。这样你看弥陀经说，阿弥陀佛与诸圣众显在其前了。罗刹大师翻译就是这样。你看我来再看圆庄法师翻译的呢，他说无量寿法以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中具前后围绕来自其前，慈悲佳肴，灵心不乱啊！睇到冇？嗱，呢一段咧，大家睇起身嚟啊，就边个明白啲，边个清楚啲？嗱，我哋解释俾大家，俾你听咗之后，你嘅心啊，真系放下你心头大石。罗刹大师翻译讲：呢个人一生系咁样修行。你是相信阿弥陀的本源的愿力来迎接你的心来修行，你将个临命终阿弥陀佛呢以一切圣众显在其时，就阿弥陀佛就显在你的面前了。这样我们看起身来呢，就不是几清楚，不是几明白，所以我们的心呢就不是几稳阵，还有多少担心。如果你听圆庄法师翻译的呢，他就这样解释，临命终时无量寿法就讲阿弥陀佛，以其啊无量啊，听到这样无量这两个字，无量意思就很多，声闻大子就是阿罗汉的大子，菩萨众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清净大海众菩萨，同埋嘅阿罗汉嘅大子咧，过去咗就讲全部离晒，可以讲离晒啦。前后围绕住你，围系围住你咯，
摇住个，转一个圆圈啦，同你摇，围住你，围绕住你，嚟住其前啦，嚟住响你嘅呢个将近爱临命中嘅人嘅面前啦。慈悲加油，仲用佢哋嘅呢啲慈悲心啊，慈悲嘅威神之力啊，嚟加持呢个将近爱临命中嘅人，要系保佑佢，嚟保佑呢个人咧，点样令佢嘅心唔会乱？咁佢唔会乱咯，你讲佢会去边度？大家谂就知道咯。所以呢段你睇起身嚟，我哋嘅心咧就安稳咯。所以有啲人讲念佛经弃唔到西方世界，咩原因弃唔到西方世界？我搞嚟搞去你搞唔清楚。所以今日咧我就将佢讲出嚟，冇可能弃唔到西方世界。你讲啊，我哋以世间比喻。比如说你一个人在中间，我们这个在场不外说今天这么多人，说五十个好一百个，一个圈一个圈来围着你，围着你呀，你走得甩没？你冲得出气没？冲不出气啊，你还在哪里走？那阿弥陀佛以一切这么多圣众中啊！今日超过今日咁多人，超过今日最少七八百个人啦，超过啊，中啊，菩萨唔系我哋凡夫，我哋凡夫五十个人围住你都走唔甩啦。咁阿罗汉、菩萨中，包括阿弥陀佛一齐围住你，咁唔通咁多菩萨睇住你死啊？吓，唔会救你啊？冇可能噶嘛！所以讲咧，前后啊，前边后边啊，围住你啊，你住在你嘅面前啦、啊。你谂下，你哋咁样念佛嘅人啊，你讲你走得甩咩？揿都揿到你西方世界气啊！所以讲咧，你仲惊气唔到西方嘅世界？所以讲呢段你睇咗之后啊。你听咗之后，你的心，你俾边个？系俾阿弥陀捉起西方世界嘅之母，系捉住气噶，唔系你求气啊！阿弥陀，你慈悲嚟接应我啦，需唔需要求气啊？所以你以一生嘅寿命，相信咗阿弥陀佛在你个时间将近到时啊，其以无量嘅圣众啊！以一切菩萨啦，前后啊咁样嚟围住你，仲用慈悲嚟加持保佑住你啊！你见到阿弥陀嚟咗，你仲会念咩？令你嘅心啊，绝对冇得想念都冇得念啊！你想念，仲有机会念。所以讲啊，呢、这个啊正跟真嘅事情啊，所讲我哋听咗之后啊，真系啊！一生嘅从来未听过咁样嘅佛法啦，未听过阿弥陀原来咁慈悲噶，所以圆庄法师咧翻译咧就清楚得咯。罗刹大师翻译阿弥陀佛已知圣众显在其前，时人终时啊心不颠倒，讲到咧就心不颠倒。大家一听到哦，我哋呢个临命中嘅人啊，天气嘅人死咗唔可以颠倒啊。心如果颠倒了就弃不到西方的世界啊！人家说什么听到这段意思啊，灵心不连和心不颠倒，你看这两段啊，心不颠倒灵心不连，意思是不是一样？不颠倒，我们看不颠倒是什么？不颠倒就是不连咯，你颠倒是不是连？意思说你头脑清醒的人会颠倒吗？意思说你头脑清醒的人你会乱吗？绝对不会乱啊。
所以说他用灵我们的心不会乱，所以你就容易明白得多。如果你说用心不颠倒，你就艰难。所以有些人解释到心不颠倒是怎样解释，是说你们念佛人呢不可以想住啊妻子啊儿女啊，不可以想住世间情啊，不可以想住财产啊，啊你想这些啊你会临终会颠倒啊，啊颠倒起不到西方世界啊，啊他们用这样解释咯。这样我以一个简单的比喻啊，我们一个人啊在世间夫妻相处了一生人十几二十年七八年来讲啊，那你这个人啊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你的妻子啊你的儿女会不会来看你？绝对会啊。那你有没有感情的？绝对有啊。那我有感情的，那我会懂不懂哭啊？绝对会啊。这样玩完咯，就弃不到西方世界咯。所以有些佛教徒一念佛就怕临命终的时候就怕妻子儿女颠倒，你将来弃不到西方世界啦，就想想个办法我怎样走去死啊，走去不会被他们看到的死啊，怕见到他们搞到你心颠倒，心一颠倒弃不到西方世界，那今生修行就白修啊。好多人就以这样解释啊，以这样角度来讲啊，那我们在家人有没有可能你讲，那你的机会有几高你讲，没可能你死死看不到你儿女啊，没可能你看不到你妻子嘛。如果你讲你爱做到这些这样的情形啊，跟我们世界来讲啊，每个都做不到，事实做不到，没可能避免的。因为我们这些是世间情，我以下简单比喻，那我们大家共同在一个世一间屋企生活了十几二十年，两夫妻绝对无论怎样吵架都有感情的了，绝对的。那如果你是真的临命终死了，那你的妻子一定会看着你的，对不对？如果你说你们两夫妻在一起生活了十几二十年，如果你看到这个人将来爱死你的另外一半了，最亲爱的爱死了，你不可能不动感情的嘛。如果你不懂动感情，你的情是什么？无情无义的人咯。哦，原来两夫妻就是学佛者就是冷血的没感情的。哦，原来夫妻就是这样的不识喊的，就算你明白你不识喊，你的仔未必不识喊啊。那么你养仔，但是你的仔看到你将来死了，不可能你的仔控制不住不会喊的嘛，不可能啊。如果这样父子之情就是假的咯，夫妻之情就是假的咯，那么学法学到这样是不是大颠倒呢？哦，我是看破放下才叫不颠倒，看得破放得下吗？那我们身边天天去赚钱赚了这么多来看破放下啦，不爱啦，掉晒气啦，掉得到吗？如果你想掉我就爱啊我应该每一个都掉不出的啦，对不对？如果我们这样看不破放下，那我们就弃不到西方世界了。咁解释啱唔啱？绝对唔啱啊！所以佛所讲嘅心不颠倒，唔系讲啲世间情。所以阿弥陀佛咧，早早就知道呢个咁样问题啦。佢嘅意思唔系咁样，因为我哋系有情众生，自然系有感情嘅。大家共同生活咁耐，就算个师傅收徒弟啊。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都有感情的，没说不哭的了。你不是说我人哭就将来你弃不到西方世界，因为他们的标准说临终爱有正念，临终如果没有正念就弃不到西方世界。
如果你以咁样解释，我哋有几多个人能够做到？临命中妻子儿女唔识喊，有边个几个做到？我唔会挂念世间嘅嘢，好难。好似我有咁多间佛堂，呢度一间，嗰度间，嗰间，啊，越嚟越多间。你估我唔会挂住嘅咩？如果挂住我起唔到身，我嘅世界我死紧咯。唔系呢个意思啊！所佛所讲嘅意思唔系讲呢个，系讲咩？你爱对你自己往生西方嘅世界呢个原理搞清楚、搞明白咗，你自然咧就唔会挂碍世间嘅嘢，世间呢啲嘢障碍唔到你，你又明白？因为咧，你同阿弥陀佛啦，就已经变成一条心咗啊！你唔可以离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唔会离开你。你日日嘅心念咧，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只有一个往生西方世界，你仲会念乜嘢？你唔会念，你仲会颠倒咩？你自然就会做到我前面所话睇破放下，你依家正自在嘛？你唔使讲搵个地方病住嚟死嘅，边个教你咁样？傻嘅，我唔知边个学佛学到咁样个样走出嚟，唔怪得你学佛学到咁多年啦，成日都讲师傅点样正做到心不颠倒？人哋讲令心不乱，令你嘅心啊唔会乱啫嘛。因为咧，我前面讲用字嘅唔同啊，因为咧中国人嘅学问嘅作品咧，如果你哋有对于文学咧好有研究嘅人啦。字呢用词绝对不会用两次的，前面你用了一心不乱，后面呢你不可以用分一心不乱，你就用另外一个名词叫心不颠倒，就叫重要一个心都不会变。你看啊，罗刹大师翻的这个一心不乱和这个心不颠倒，心不和心不两个字是不是一样？其实加个不乱和颠倒不同，看到没有？你咁样解释俾你听咧，你就知道我哋嘅目标方向搞清楚咗，对阿弥陀佛教导我哋绝对嘅问题，你心唔会变咗，你心唔会变咗，你仲乱乜嘢？你心唔会变咗，你仲会颠倒乜嘢？冇可能你会颠倒噶嘛？所以文字嘅名词唔一样，但系意思系一样嘛？睇到？心不，呢度都系心不两个字。其实心不乱，企下边写心不颠倒啫，意思一样啊。乱同颠倒两个字啊，一个字乱同埋颠倒两个字系一个意思噶。你搞清楚嚟，你咪明白咯。所以我哋中国人咧，中意咧以文字解文字就害死人啊！害到我哋念化，念到今日惊到爱死啊！成日都惊心不颠倒，心不颠倒，你唔颠倒就奇怪。你佛都唔系咁嘅意思，点解你搞到咁多意思走出嚟？边个吓你？所以你哋受到人哋误导咯。所以我修净土啊，所以经典讲，我移到真正嘅善知识就咁样咯。想移善知识非常之难。我今日唔系善知识。是原装法师，是我们的善知识。所以原装法师将个时间将呢段啦，用佛的意思直接翻译，冇加加减减。佛点样讲，其实点样翻译。你看原装法师所翻译的用言白，系念不念同埋心令心不念，后面嗰两个字咧冇改。如果你有前面的明白咗，系念不念啦。你能够将这个我的心这条绳绑住了契了，你前面不会连了，不会连了，后面呢绝对就不会连的。那你这个人啊，还得到佛同埋一只圣众慈悲的加饶啊，保佑着你啊。哦，记住啊，这句话好重要，好重要啊。你睇圆宗法师系冇讲慈悲加油，我哋听到呢个慈悲无量圣众啊，
的慈悲心的威神之力啊，来加持你，保佑着你啊。那么你是不是很安全呢？是不是100%的安全啊？对我们今生往生西方的世界，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出差错啊？既然没有机会出差错了，那你们还担心什么去不到西方的世界？凭什么理由说你去不到西方的世界？所以今天你听了我今天讲的这个一心不念的真言，你从今日是不是回来睡觉都会识笑、啊、所以你就明白了阿弥陀佛原来是这么慈悲的，他的心啊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众生啊，他又没说选择哪一种得到哪一种不得到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啊。所以阿弥陀佛的路呢是平平的光明大道之路啊，我们今天遇到啊就真的叫前途无量啊，前途光明啊，所以我们呢不会黑暗了，从今以后智慧开善了，你真正的开悟了，真正将个净土法门彻底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今天念佛起身，你的心是不是充满欢喜心，充满了阿弥陀佛的对我们的心感恩多谢的心来念佛了。所以说我们今生是不是肯定绝对往生生的世界，所以我就能够跟阿弥陀的第十八愿说，乃至十年若不生者不住正觉。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八愿，十八愿的意思就很简单，我大约读一读给大家听。释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乐，若而生我国，乃至十年若不生者不住正觉、大家每日都读一心归明咯，都读到好清楚。所以阿弥陀讲，若果我得到正做法啦，十方嘅众生就包括每一个在里边。自心呢、这个两个字，自心咧就是《观经》所讲嘅，我哋咧有自成心，有心心，有回向发愿心。就我前面呢两三日咧所讲嘅道理，你彻底搞明白咗。你拿出个真诚心来念，你对阿弥陀佛来教导我们的这个愿深信不疑，你自然就有做到一个观经所讲三心，很深入的心，那你自然做到我明白我绝对有生死的世界，你就做到观经所讲的回向发愿心，你有观经的三种心，你这个人是绝对往生西方世界的，做不做得到？自然做到嘛，不是很难做的嘛，难是在你不明白，没有听人这样解释。所以我们今天听了这样解释呢，就知道什么叫自诚心，你的真诚心自然在你的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不是虚假之心，是真诚流露，信受了乐，是不是很快乐？今天我遇到这么殊胜的法门，是我们人生中最高的享受，最得益的，最快乐的事情，还好过你中彩票啊。今一生，今一生啊，包你发达了。什么不发达？在西方世界，地下黄金铺地啊，七宝流任你享受，你不发达真奇怪。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哇，心中真是欢乐到不得了，所以我们一生人从来没有这么欢乐的，所以念佛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生最快乐的一件大事，就今生解决了，你今天念佛是不是很快乐？所以说而生我国，你有这个意念想生我国土，乃至十念就说最低限度你念十声阿弥陀佛，
若果你哋唔生西方世界嚟讲，我就不取正觉，阿弥陀佛就唔会成佛。所以你睇到呢段啦，阿弥陀佛发嘅愿咧，大家就清楚明白啦。所以你再睇啊，成就文咧，我再读俾你听：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远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睇到冇？所以呢段讲得仲更加清楚。成就文咧就诸有嘅众生闻其名号，闻到阿弥陀佛嘅名号，听闻咗就我前面所讲闻以思维，信心欢喜，日日系抱住信心欢喜嘅之心，乃至一念，少到最少一念啊！你自心回向，真诚心嚟回向，我一定会生西方世界，原生彼国，即得往生，即刻就可以往生西方世界，就到点样住不退转啊！所以你明白咗呢段咧，我哋咧就安心啦，就大大嘅安心，往生西方世界系肯定之事。所以你再睇最后一段啦，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圆庄法师嘅翻译，即舍名义，遂佛众会，生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土啊！意思一样，意思啊，即舍名义咗，呢个人咧睇到一切诸圣众啊，同埋阿弥陀佛，全后为自弃，嚟自己嘅面前，仲有慈悲嘅加持保佑自弃。你呢个时人临终嘅人啊，唔会念，令心不念咧，写报啊，写咗呢个寿命之后咧，呢个色身啊，呢个臭鼻囊一写咗咧，就即刻马上随意法咧，就往生到西方世界咯。咁样到西方世界，你咪清净庄严咯。所以讲，你今日听咗呢段啊，圆庄法师所讲嘅，你仲爱唔爱揾人助念咧？根本就不需要助念的，所以今天你明白了助念根本就是多疑的事情。这么多佛菩萨来加持你，走都走不掉了，还要找我们世间凡夫来助念。其实今天往生西方世界是谁的事情？是阿弥陀佛的事情，是你同的事，不是找我们大家莲友来帮你助念的事情。我哋莲友冇咩功德啊！你冇搞错咗，以为我哋帮你一个念佛有好大功德，系阿弥陀佛道理啊，唔系我道理啊！咁今日我点解在香港成立呢个助念团体咩？系同你香港做个欢送会，意思个开个 party 啊，欢送你喺西方世界造佛啦，咩唔高兴啊？所以我哋睇到你死，我哋好开心嘅，你知冇？所以从今以后啊，你哋香港就有福报啦！从今以后，你香港就好多人可以生西方世界啦，唔系只有马来亚生西方世界，你哋呢度都好多。我哋而家做到好多个啦，无论直死横死都可以弃嘅。啊，你放心，唔使担心点样死法。人我哋嘅人嘅在世间命注定咗嘅，点样死法都系我哋嘅业报。縮曬所做落嚟業報，我哋就係受，受完咗業報咧，阿弥陀佛絕對會帶你。所以我講，我哋以一生嘅平常時嘅修行咧，絕對係肯定嘅。我再嚟講一講，俾大家安心啲，更加安心嘅事情。我哋佛教咧所講因果兩個字，我哋佛教講平生一個人咧所做落嚟嘅業啊，就以一生咧。嚟做个肯定嘅，啊，就冇得走噶啦。我咧嚟讲一个事实嘅嘢。如果我哋一个人啊，平常时一生咧，实生，其实生实咗六十年嚟讲啊，一个人，佢有寿命实到七十岁，咁佢六十岁就退休啦，唔实生啦。咁佢做咗十年嘅时间，虽然咧冇做实生。咁樣佢呢份平常時又冇念佛，又冇修行，咁照佢一生嘅業嚟講，係去邊度？唔使諗，絕對落地獄嘅。
一个叫平生之业。如果这个人呢同样一样，他有六十岁的命，有七十岁的命，做了十生六十岁，六十年了，这个做了六十岁，做了十年的时间他没有十生了，那他没有十生，他做了十年归了三宝，勤力用功精进，这样来修行，你说这个人第日会去哪里？是不是绝对往生西方世界？所以这个是什么？他平生所做的事情你做的肯定，佛教有一句这样的名词。如果我们以世间来比喻，你很勤力的用功去做工赚钱，用你一生的时间去赚钱，赚到很多钱，但是你死了，那些钱你未用完，那些钱是谁的？是不是你的？你听到你平常时很勤力的用功去赚钱，赚到一生的钱，那个钱是谁的？是不是你的？绝对是你的。如果你赚到这么多钱不是你的，你给了我了，你肯我？你不肯啊。所以你平常时一生所赚到这么多钱，就算你死了，那钱还是谁的？还是你的，是你赚回来的，是你的名义之下赚回来的，为什么不是你的钱呢？凭什么理由不是你的钱呢？事实上是你的钱嘛。我们这样说，如果我们以换个念佛的角度来说，凭你一生的时间，你勤力用功地念佛，念到最后你临终了，那么那些佛是谁念的？难道我和你念吗？当然是你自己念啊。那么既然你平生一生的寿命是这样念佛，你说你不弃西方世界，你弃哪里？你说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不是说心颠倒不颠倒的问题啊，不是说你临命中昏迷了弃不到西方世界啊。如果我们念佛平常就很勤力用功这样念佛，如果我们一个人意外变成植物人，好了，不懂念佛了，或者昏迷了不懂念佛了，或者发生个意外不懂念佛了，那么我们平常就一生修来做什么？白修啊。那这道理讲得对吗？讲不对啊。所以有些人不明白，不是说你这个人昏迷了弃不到西方世界，不是说这个人中风变成植物人弃不到西方世界，你就知道是我们的身上的意识昏迷而已。你的心识呢，本识啊，是不会昏迷的，是清醒的。所以我呢就专门研究这些人死的东西。你们未死过当然昏迷啦，听不到。我周不时以前的关怀，的临终关怀啊，有些已经昏迷了，表面上不懂说话，没有知觉啊，其实是听到的，一清二楚啊。其实是因为他身上有障碍，因为肉体啊有了障碍是昏迷的，他心听到的，清清楚楚的，你跟他说什么他反应不到啊。所以你这段时间跟他念佛一样听到啊，一样在西方世界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做了临终助念，一定要跟亡者开示呢？就是这个原因了。不如在最后听到了佛法，听到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来接应他，他马上一发言就起了，阿弥陀佛已经到了。所以这些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懂不懂做吗？所以我今天你听到我说，我们呢根本呢就不需要担心我们第日的业报是怎样，我们不需要说我们今天昏迷了，或者没人助念，或者变成植物人，或者我意外死了弃不到西方世界，担心得多疑的。因为我前面说你平常时就一生这样努力的累积，这样来念佛，到最后如果在这一刹那失败了，就什么都没有，这样修来做什么？没意思嘛。谁可以保持到最后一刻都不会没有这样的问题？
冇可能嘅。所以讲，你凭一生所种下呢个念佛嘅因嘅种子，到最后绝对会结呢个佛嘅果嘅。我哋一心平常时都已经准备咗，在于生齐一定会生西方世界。到最后你冇讲唔到西方世界，你会到边度？你讲冇可能走去三恶道噶嘛？所以我哋又搞咗之后，我哋个身系要业报身，系嚟还债嘅，债还完咗，我哋就走咯。所以你今日搞清楚咗，你前日死心塌地在阿弥陀佛，死心塌地在极乐世界，你仲使咩担心咩冤亲债主？仲使咩担心咩业障？就算冤亲债，嚟咯嚟咯，我唔使惊你噶，欢迎你到添啊！我最惊你唔嚟啊！你哋成日惊债系爱还噶嘛？你逃避得到嘅咩？所以你哋唔明白，哦，惊亲就已气唔到咯。咁啊，教你一个最好嘅方法啦。你记住我讲啊，从来冇人讲俾你听噶啦。你哋每一个人啊，诚心念佛咧，你嘅冤亲债已经喺你旁边企住咗嘅，等住咗嘅。尤其是你做超度法会啊，我同你讲啊，你既然有心去超度人哋咧，我讲你嘅冤亲债主啊，你的祖先已经到咗噶啦。问题走唔走啊？就在边度？唔系做法师嘅身上，系在你哋嘅身上。你有冇忏悔心？有冇真诚心？既然请人哋嚟，你唔真诚嘅，佢唔走。如果今日你明白咗，我从今以后我念佛系真诚心嚟念，以忏悔心嚟。我以前做你对唔住你事，我或者我杀害你，或者我陷害过你，今日我知错啦。你以咁样心嚟忏悔心嚟念佛，以真诚嚟回向俾你，绝对接受，一定成就阿弥陀佛愿力。接引他们往生西方世界。如果你有冤亲债主走了，我跟你说，你膊头是轻的。如果你冤亲债主不走，膊头继续重。我告诉你，每一个人一定有，绝对不会说没有。我跟你说，问题就多与少，消业障是这样消的。所以古人说，一声佛号能够消业障，一声佛号能够超度众生，就在这里。不是你的力量，是阿弥陀的力量。最重要的，你又发出个真诚。既然请了人来了，你就真诚做，不要开玩笑。所有这个亡者必定往生，你的冤亲债主必定往生，是真的。请人来，人家真是假你不知道，你自己做必定你真。你不要有口无心地念，有口心无心念就艰难了。我今天教你不用洗钱的，自己做实际啲，所以讲咧，念佛啊，绝对系真实嘅。你啊超度系咁样超度，每个人身边已经有咗，系你睇唔到嘅啫，佢睇住你噶。所以你唔够真诚，佢唔走噶，最想跟住你。你一念真诚，你系为佢做啊，佢绝对走嘅。所以今日你知道阿弥陀佛绝对会嚟接回应我哋。我哋以平常时一生嘅寿命咁样嚟收。冇讲气唔到，先讲冇理由讲气唔到噶啦。所以我讲今日咧念佛系绝对往生，肯定往生嘅事情，唔会假。咁啊，你再睇下经文啦，我哋睇第一面啦，啊，睇最后一段啦，睇呢个发言咧，第一二三四第四段啦，你睇。我哋再讲埋呢段咧，大家就安心噶啦，更加安心啊！啊，你睇罗什大师翻译嘅讲，舍利佛，我见时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言生彼国土，啱唔啱？呢句咧就我哋先睇啊，发言啦，啊第一章啊第一章啊，所以你就睇到啊，佛叫做舍利佛讲咗呢个即得往生西方世界嘅事情啊，我哋今日听咗。咩叫善根福德因缘咯？都搞清楚咯。咩叫善男子善女人咯？都搞清楚啦。咩叫一日到七日咯？咩叫叫做执持名号？咩叫做一心不念？咩叫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呢啲全部道理咧，搞清搞错啦。咁你嘅心咧安安定定啦，实实际际啦，就唔会有疑惑心，唔会有恐怖，
不会担心这些，不会忧虑这些，将你这些问题全部都消解了。再之后呢，佛说叫做舍利弗呢，我们今天开始真正发现了，我见是离，故说处言。这句话是我，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说我见，这个佛是什么眼所见到？大家知道佛是佛眼，菩萨是慧眼虚眼，所以佛的眼佛眼，佛眼看的东西绝对不会假，是真实的。凡夫的眼看绝对会出差错，所以佛眼所见的绝对不会出差错了。所以这个真实的利益，佛我出世的世间呢，就是我给我们众生啊得到这个真实的利益。所以无论是经过会以真实之力啊，给我们众生最真实的利益就是这件事情啦。念佛往生西方的世界啊，是我们众生得到最大的利益啊。所以说我故事啊，特别啊讲出这句话给大家听。若有众生啊闻是说者啊，由我们啊今天啊在座众生，看得到的看不到的众生，今天听闻了之后啦，佛跟我们这样讲，我们啊做佛弟子的人呢，应当啊是应该啊我拿出来发这个愿，肯定今生一定爱生西方的世界。所以佛特别叫我们发愿，原因就出在这里。如果不是这个净土法门是最殊胜的，佛何必讲这样的话？所以你就知道。所以你看圆庄法师翻译的呢，其实怎样解释啊，你看起身就不同了，更加不同。你看圆庄法师，看左右手边了啊，由舍利子，我观二事利益，安乐大事因缘，说成大矣。若有正信诸善男子或善女人，今闻如是无量受佛不可思议功德名号，极乐世界清净佛土者，一切皆应信受法缘，如说修行生彼佛土。圆庄法师翻译的一段呢，你看起身来他说我观是离如是利益安乐大事因缘，加了这几个字还更加清楚一点。他说我观是离，但他说我见是离和我观呢，观呢就是用佛的眼来观察到看到的。每一个众生真真实实如是得到这个利益，利益安乐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啊，得到利益安乐，真真安乐的大事因缘啊，就是说好难得的机会都被我们得到了。这个机会是什么？是多生多劫啊，正难得一次得到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安乐的大事因缘。所以特别跟我们讲真话，蠢啲嘢呢是讲真话嚟噶。若有正信嘅诸善男子善女人，得闻如是无量受法不可思议嘅名号功德，极乐世界清净庄严，就讲阿弥陀佛嘅名号嘅庄严嘅功德咯，同埋极乐世界依正庄严，你都听到啦。我哋咧一切所有呢啲众生皆应信受。我们绝对不会再怀疑了，会信受法缘，如说这样的修行，照着佛所讲的道理，一心归名阿弥陀佛，一心持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样的修行呢，绝对能够往生西方世界，是真事不是假的。所以你见到佛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正表現到佛的慈悲講出來。所以我們今天呢就應該呢安心地念佛了。最看的下一段就勸我們相信咯，你看下一段，看圓莊法師，看
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嘅先啦，佢讲啊，舍利法一路意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复念经？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共所复念，皆得不退转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佛，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即诸佛所说。咁呢段呢，就讲劝我哋相信。真嘅我相信啦，绝对唔系假嘅信啦。所以你睇住嚟讲，佛叫舍利佛啦。前面我讲咗咁多啦，未读经第一读咧，应该知道啦。你嘅意思咧系点样？佛叫舍，你嘅意思点样？听咗咁耐啦，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复念经咧？呢段咧就讲十方之佛咧，共同嚟印证赞叹阿弥陀佛嘅事情。赞叹释迦牟尼讲阿弥陀佛接应众生是绝对不会假，不会假的事情、啊、所以部经就叫什么？这个法门是叫一切诸法所护念，所保护你的一个法门。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以及闻诸法名者，听到这个阿弥陀经里面有三十八尊佛呢，共同印证佛所讲的话，使的诸善男子、善女人啊，皆为一切诸佛共所护念。三十八尊佛咧，同埋一切诸佛共同嚟扶持你、保佑你啦。啊，皆得不退转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讲，你当今生你咧就成佛啦。佛最讲一句话：是故舍利子啊，舍利佛啦，你哋啲大众等等，皆当信受我意，就是说当时佛在讲这个阿弥陀经的时候，你们在场各位大众、啊、你们等啊，就好像 我今天呢特别来为你们讲这个法门，这三日里面你们每一个大众呢在这里一起来参加听这个佛学的讲座，你们等啊，皆当信受我讲的话，就意思说我今天讲的话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话，我们大家皈依三宝，不相信释迦牟尼佛，我相信谁呢？难道我相信世间凡夫吗？我相信一位法师吗？法师是代表佛、啊、所以你不是相信法师所讲的话，你是相信什么？相信佛的话。我今天是照着经典的事事实实佛所讲，信受我意，我所讲的话，仲冇相信啊！经你哋唔相信释迦牟尼佛讲，系加多一句嘅及以及啊，诸佛所说啊，三十八尊佛啦、啊，一切共同嚟讲嚟印证，咁你仲唔相信？我讲啊，你今日到此为止啦，冇得救咯。若果你相信释迦牟尼佛讲，乃及一切诸佛所讲，你今生必定得救啊，肯定得救。所讲你嘅咩疑惑心，全部破除晒，佛绝对唔会打妄语。因为《弥陀经》佛啊出广场石相嚟印证嘅。如果你哋唔信，你真系讲另一个刀仔咧，将佛嘅脷全部割断晒。如果你不相信念佛不会生死，你真的拎一把刀仔插响释迦牟尼佛心口，插响阿弥陀佛心口，令其伤心。谁说讲念佛不生生到世界？我用经典来印证你，这个是佛乃至一切诸佛劝我们相信的话。你看到你最看圆祖法师所翻译的还简单一点，你说由舍利子，何缘此经名为称赞不可思议佛土功德一切诸佛摄受法门呢？舍利子，由此经中称扬赞叹无量受法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佛土功德，及十方面诸佛世尊
为欲方便利益安乐之有情故，各自本土显大神变，说成大愿，劝诸有情信受此法，是故此经名为清净不可思议佛功佛土功德，一切之佛接受法门。所以圆祖法师讲咧，呢个系咩？佛出世喺呢个世间咧，乃至十方一切之佛啦，出世世间系为咗方便利益安乐一切诸有情故啊！听到呢句话，特别系嚟为利益我哋噶，嚟安我哋呢个五族恶世嘅众生嘅心噶。你睇佛几慈悲嚟安乐我，惊我哋提心跳胆气唔到啊！特别嚟安慰你啊！所以我正特别咧嚟安乐我哋呢一诸有情啊，各自响本土啊，显大善片啊！嚟讲呢个真实话，劝我哋一切诸有情啊，信受此法。所以呢个法门叫咩？系摄受嘅法门啊，系阿弥陀佛嚟摄受我哋往生西方世界嘅法门。所以今日你听到佛印证咗，我哋仲有乜嘢唔放心呢？所以我今日在呢三日里边，嚟特别为你哋讲咗呢个一心不乱嘅真意。每一个人从今由往生西方世界，安安心心。今日咧翻嚟。放心念佛，絕對氣嘅，好啊！Amen.